欢迎来到国际旅游城市三亚，独特的热带海滨风景让三亚成为了度假的美丽天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三亚海棠湾的 GW 万豪度假酒店。咋？啊，这么大的泳池啊！哎，有人没穿睡衣啊，我先说。你看这两个干嘛呢？这俩昨天晚上回家就没换衣服。这就是我们的睡衣啊。哎，对啊，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只有一个真正穿睡衣的。很实在的睡衣。是写实，写实风。我这睡衣还有点厚的，这个。我北方睡衣。走。哎呀。欢迎来到国际旅游城市三亚，我们这次也是节目第二次来到三亚录制，来到了老地方，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愉快地玩耍。哇，欢迎欢迎欢迎 Come on， 快点欢迎。纯棉的坐在这边，丝滑的坐在那边。对，再次欢迎一下三位老朋友，欢迎嘉尔，欢迎老肖，欢迎轩怡。我觉得你不够欢迎啊。我很开心啊，可以欢迎我手就举起来了，欢迎欢迎。不要尴尬好不好？没有这么久没见沙田兄弟。哎，我们这什么意思啊？真的，我的最大，为什么？我超二，我是最小。我知道魅力值。那你没有？不，那你是没有？你是 no， 我这是一个谜。不管是什么，我跟嘉尔只差0.5。啊，出道年纪。其实这个数字是昨晚各位房间内的空调温度。这假的？这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温空调？谁允许你们进来的？这太可怕了吧！试服装的时候，工作人员有悄悄看你们房间的空调温度是多少。郑凯房间，郑凯没开空调，他一进房间就把空调关了。哇，你很厉害啊！怕冷，在三亚不开空调啊？真正的老寒腿在这儿呢，老寒腿，风湿。这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就会以此为依据，将大家分成两队，分别是怕冷的队和怕热的队。多少度算怕冷？21.5是个分界线，温度更高的成员说明你更怕冷，所以是冷队的。温度更低的成员说明你怕热，所以是热队的。请大家按照刚才的分队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哎呀，好冷啊，这有风扇。哎，好吹，不要吹我的后脖梗。但是在公布任务之前，有一件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特别不好意思让大家穿了睡衣来，是因为昨天晚上给大家试完衣服之后，我们有些拿去调整了，去修改了。改尺寸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队服现在找不到了。啊，所以要我们去找是吧？继续演，接着演。你可以练一下演技吗？用心一点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临时给大家凑了一些衣服。还能凑一个？是捐出来的吧？临时凑了一个。我们总共为大家凑出了三套衣服供大家选择，三套里面大家可以选想穿哪一套。如果这一套衣服展示结束之后，大家就没有机会再选择了。啊，那如果一套没选中呢？如果前面两套都不选，只能穿第三套了。选定之后是不能更改的，每套衣服都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知道什么叫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小进步
客气，是吧？刮目相看，哇！别客气，哥。那马上我们就来为大家推出我们第一套衣服，有请。还有袖子，还有袖子。Come on！ 哇！天哪！一米，看着像腹肌，你知道吗？哦，这完全是哆啦 A 梦啊！这个是怕冷的队是蓝色的，象征着冷静、沉稳和忧郁；怕热的队是黄色的，象征着活力、温暖。现在大家可以做出选择。我中你，我中雷啊！中雷，中你了，我中雷啊！他不管什么，先把那个换上。对啊，你看像腹肌。都不选吗？我再等一等啦。按照节目组的套路，我觉得肯定是一件不如一件，一套不如一套。雷相信我啊，后面是一木裹身的，这很有可能已经是最好看的一套了。咱组要不要先保一个？那你去吧，去吧。有点太卡通了。呀，蓝队都不用。我们不符合我们气质，我们很成熟。你听哥一句话吧，后边一件不如一件。我们要死一块死一下。赌一下，赌一下，都不要。路都是自己走的。那第一套如果大家都不选择，我们接下来就会为大家呈现第二套。完了，有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套俩模特咔，完事儿。第二套只有短裤是吗？很紧张，好紧张。你那笑那么开心，肯定有问题。你那笑那么开心，哦。哎，你看，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妈呀，选走了，选走了。这好看，不错。这个真不错啊。好看太多了，好看太多了，这个好看太多了，好吗？我自己拿剪子吧，这俩剪人的，既清爽又有型，还能显出手臂的线条。下手了，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我跟你说，不能再等。一般到这个时候肯定都要上，再等下去风险很高。那我没起，没起，真的要再等一下吗？再等一下。哎，我们先选一下嘛。可以先去近距离观赏一下。嘉儿，嗨，你不等最后一套吗？等好吧，等吧。既然你说了，我就等了。真的吗？好吧。咋整啊？我怕下一套很热，主要是。对，我觉得这个题材好热，我怕下一套我顶不住。哦，这个衣服是轩怡设计的，是吧？你看，选不选？选不选啊？哎呀，那我们就选吧，选吧，我们保一下吧，保一下，保一下。好，好，选完了。我们四个真的要有一个人拿一个吧，要不然等一下都完蛋了，我们全部完蛋了，我们四个。OK 的，要死一起死，兄弟兄弟兄弟，啊，要丑也是一起丑，是吧？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展示第三套衣服 ，Please。好紧张，哇，真的很紧张，何必把自己逼到这种境地呢？我那肯定是个 top， 哇，让我看看，是个 bikini。不要，有一个不安，好不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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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的套路啊 ！No， 假的，太坏，我太怕了。那个
耳包啥的都带着啊，耳包啥都带好啊，耳包手套都带好啊，你们给他们把那个正规的穿法都穿好。哎，不是这要穿多久啊？穿一天、啊、真假的啊？对啊，穿一天、啊、刚刚谁说我这厚的？我都怕冷，穿上。那没有队服的成员领取你们自己的队服吧，去吧，快三位，何必呢？恭喜哦。何苦呢？直接就不穿了，我不需要穿。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不是一整天真的要穿这个啊、哦？只要笑死我，我要笑出屏幕了。我穿起来不是脱。我真说实话啊，穿上这衣服，我看着你穿拖鞋，我都脚凉。你要不也换个鞋啥的，换个棉窝子，换棉鞋。等一下，这什么呀？藿香正气水。里面怎么有一罐？怕你中暑，怕你中暑，先给你准备了藿香正气水。真的有哎，真的有。就问你怕不怕？就中暑了以后就掰开。这是来自节目组的问候，干杯！我天哪！可以在今天任何时候服用。他中暑啊！哇，文章，我都能感觉到那个热气，这边一股在这边，然后特别闷。是你稍微离我远点。他们是整个三亚最特别的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夏日消暑特辑。中暑啊，中暑，什么消暑啊？就中暑。夏日中暑特辑。因为我们来到了三亚，一定要体验热浪下的沙滩，正午烈日下的户外泳池，以及火辣酸爽的食物。我听到我都流汗了，现在。工作嘛。老肖，你今天就发发功好不好？发功是吗？对，就是冰，以前是下雨，今天是冰雹，闪电雷冰雹。大家等一下就要穿着自己选择的衣服进行录制，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还在一直非常积极的寻找你们真正的队服，真正的队服，估计在等大家吃中饭的时候就能找到了。你当然不担心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8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冷队和热队之间的竞赛，每一项任务获胜的成员可以进入安慕希冰爽休闲屋来躲避高温，享受夏日。哇！而任务失败的成员将要在炎热的环境下接受酷暑的考验。No！ 军训啊，军训。哇！这几个哥们儿身体都出状况了，爆炸。太热了，心静自然凉。我不行了，我受不了。我感觉已经快中暑了。救救我！请求支援。真冷，真正冷，猛的一阵冷风，更冷，更冷了。这几个哥们儿身体都出状况了，笑死了！哎，你们穿太少了，你们好防晒，有点单薄。我们其实比你们凉快，这个羽绒服它能够保温，保温，它刚好保护我现在温度，所以我是最凉快的。你说这话的时候不流汗吗？我们现在这种爽你体会不了。走，哎，真的，你们一出场我就想到那个歌了，大棉袄那个二棉裤，里面是羊皮，外面裹着布。大棉袄外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面裹着布。大马人下四五十度，哎，一群东北哥们儿来到三亚。咱们坐这儿，坐这儿吧，你坐这儿吧，坐吧。我现在要爆炸，你知道吗？原现在知道什么叫原地爆炸，你知道吗？
这已经湿了，你摸，湿了。哎呀，为了让你感受一下我现在内心的这种热情，你帮我分担一个。太热了。我在给你传递的都是我的爱。我不会最后了，就脖子这儿一圈起痱子了。哎呀，真舒服，凉凉的风。哎呀，好舒服。哎呀，非常的舒服。心静自然凉。雨神咋不灵了呢？今天，雨神的光芒被羽绒服挡住了。没有想到，雨神变成了羽绒服之神。这可以。上船。坐哪儿啊？都行，我坐这儿吧。得穿救生衣。对，得穿上。我觉得我坐他旁边有点伤及无辜。这么热他。赶紧开起来吧，赶紧。我开起来了。哇，这么快，刺激了。哇，搞什么？保持形象，我们现在前往的地方是蜈支洲岛。蜈支洲岛呢是国内首座集海上娱乐、特色潜水、美食餐饮、休闲观光于一身的海岛旅游度假胜地。登岛。哥，你有感受到就是风从里面穿出去的感觉吗？啊，没有。风是什么？哇哇哇哇！啊！收下，收下。太热情了！哦，这干什么？哇，这什么？哇，又要打地鼠了！不要打地鼠了吧，我真的是。哦，这么重？好吧，来吧，接受惩罚。这个项目是什么呢？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蜈支洲岛，也被叫做情人岛。啊？情人岛。情人。哎。哎，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岛，谢谢。这不刀郎的，这不刀郎的吗？情人，他俩唱的。之所以叫情人岛，是因为从上空俯瞰整个岛，它呈一个天然的心形，所以叫做情人岛。我们现在的温度是38度。38度，哇哦！不觉得，38还可以，不觉得热。这小风多凉快，你不觉得热？我跟你不是一队的，你是蓝队，你是不觉得对？既然来到了海边，我们就要近距离感受一下沙滩和大海。已经很近距离了，不用再近了。一队派出3名成员在垫子上，然后另一队派成员用我们的MC锤子来敲打柱子，使对方的成员掉落。总共有4轮，总敲击次数更少的一队获胜。游戏的胜负会影响到大家的午饭。午饭？哦 ，no， 我不要午饭。我不要午饭了。服装可以影响一下吗？不行。获胜的队伍将进入到安慕希冰爽休闲屋，在空调房里享受三亚特色的海鲜大餐。哇！哇哦！失败的队伍将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享受火辣的川味火锅。啊！哎呀妈，这爽！好耶！我喜欢，我也喜欢。同时，输的一队还将获得1枚劳动勋章，在最终要派出一位成员去劳动。这个介绍的稍微快一点，有点热。大家来分配一下，谁先上去，然后谁来敲击。你别上了，你太轻了，你跟你全哥打吧。但越重的话越不可算，不是吗？越重越好，越好，越好，上面能压得住。越重越好。我跟你说，我录到现在，那边的人从来没有赢过我。他位置哪？位置哪？根本就没有看游戏是怎么回事。我连接一下。啊，谁先来？有，我 get 到了。
我们谁先来？石头剪刀布吧，公平一点。啊，这认真玩游戏要脱掉的。工作工作，来吧，石头。郑凯，你让雨琦来吧。啊？石头剪刀布你还要上啊？我要证明我自己，石头剪刀布。我没有证明我自己。你证明了，你永远赢不了，永远赢不了。在游戏过程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美味的安慕希美食台，大家可以享受和夏天更配的安慕希。那第一轮率先坐在垫子上的人是蓝队，你先上，你最重，你先找个平衡。我觉得我们三个抱在一起是对的，那就这样抱在一起。对，没用的，我跟你说哥，李成哥都脱衣服了。我来吗？等会，我这里很容易掉，我太轻了。他也可以打后面啊。哎，你这有点歪了，往后。我奉劝你们，你们这样容易掉下来。你们这样容易三个一起掉。对。你不要。对，加油！来，开始。这两个什么？两队加油！哎，等一下，往前一点，开始。前一点，加油！哥哥一下。没打动，哎，等一下，他说等一下，没打动算一次哦，一次，冲一下，这样就算一次啊。他没打动，你就打了吗？哥，打完，他打完一锤了，来，发劲啊，你真能干啊，发劲先，哎，别，使劲，打下面，哎，别用力。你没吃饭、啊？哎，你穿这个背心，我以为你很厉害啊！你先看一下，给我，够了，两锤了。你先看一下。现在不好倒了，你那俩顶在一起了。够了。完了，这个要完了。三下不错啊，三下。我就说三个人勾在一起最容易倒。来，到你们三次，到你们不用就一次。来，一锤让你们下来。不稳了吗？他们仨上去都是个问题，我跟你说。哎，可以这样吗？没有说不可以。你一会儿啊，就这么摔下来，脸朝下，头扎在沙子里，打。对，你这样太危险了，不要。我坐着。好，就他了。海哥，我得往这边压。啊，只要撑三次就行，上下啊。不用，就一次，一锤让你们下来。呱呱。更稳，打进去了。你是打得更稳了。你是他们队的是吧？哦，一下。等一下，小心后面。哇，这边，右边有点，这里。这两个不要了。过来，不要了。哇，打对了。哎，等一下，对，过来这边，过来，成哥这边。哇，哎，吃氧都不倒啊。因为全的重心太稳了。哎，坐稳。还有几个呀？底下五个，小心。打前面那个。喂，不要打头啊！喂。Yes！ 陈哥，谢谢你，配合不错。越来越稳了。打这个呀！沙哥，打这个，前面这个，前面那个一定掉，前面这个一定掉。沙哥坐稳，对，哎，过去这边，过去陈哥那边。哇，没掉！哎，我觉得没意思了。我觉得真的没。我要来。你来，我觉得没意思。你给我下去。不
你这是想干嘛？你这是为我们助威加油吗？这肯定得掉了。怎么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有个成语吗？叫稳如泰山。这都算啊，这都算。等一下，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把这三个基本都给他打到一块儿去了。没有，其实这个往下他就下去了。这个吗？对，你相不相信不下去？来，那来吧。这个就他吧，往下打。对，哇，对，哇，哇，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打不了啊！别动，稳住，兄弟们，稳住！发生什么事？沙溢哥这个造型又俏皮又可爱又叛逆哦。Santa baby forgot to mention one little thing。好油腻啊！哎，我们在拍杂志。你们在拍杂志吗？没点这根，我也想上去。稳住，一定要稳住，朋友们。别动，千万别晃。对，我们算了，下去吧，真的，我们下去吧。哎，他还没下去。我服了。来，小老弟，你干嘛？凭这个空调房让给你们，真的，我吃火锅去。他们可能不太能吃辣吧，我觉得，所以那么拼命。不玩了。不好玩。这个游戏已经没有意义了。太强了吧。这样，我们一人踩两个。不行，他看他打哪个。第一个在这儿。他打那边要先踩，要把那边给压住。对，小心。别没打就下去了。如果那边倒了的话，你就跑过来。把下面。啊，好重啊！你很厉害的。你要打哪儿啊，嘉儿？只打前面的，打后面没用。我真的打了，认真啊，认真。小心，往我们这走，漂亮。哦。来，我认真玩游戏了。不要吧，你忍心吗？不要，看着我们三个小白兔在上面，两个小白兔和一个大灰狼。海哥，你压在这里，你整个屁股坐上去吧。Please， 你把屁股坐在这儿。我跪着，我来打。忍心吗？我都给你跪下了。使点劲儿，卢卡斯，使点劲儿，走。哎呀，漂亮，压住了。哎，原来在上面是这样子的。游戏结束了啊。陈叔叔。打两个，压住！啊！稳住了。他们比我们成熟多了，对，太幼稚了我们。稳住啊，凯哥，稳住！还好有他。你还隔山打牛呢？最后一次了。往后。往后。3、2、1。尽力了，请蓝队准备。你
下。啊！声东击西啊！来啊！往这边一点，往这边一点，这个没了，我这个没了。好吓人啊！这几个人围在这转磨呢，你们几个。观察，细心。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往这边一点，你们还要坚持一下。不是你别想不开啊！哇，哥！哇，坤哥，我觉得不够远，你还是回酒店开始，回酒店开始。体力都消耗在奔跑上，差一点，差一点。这个打掉就好了。这个打掉，小仙，中间。哎，我帮你把这个土挖出来一点啊。还有站住。可以松土啊？那我们要松土了。还可以松土啊？挖出一个坑来。你们是鼹鼠吗？请问？要算吗？算。要算吗？真假？智慧。挖这个坑哎！哎，我会不会直接给它挖掉了？哎，容易被砸着你们。没事，不重要。老肖，你这是怎么的了？跑到沙堆。老肖，你这是怎么的了？看到沙子就很开心的小朋友。不能让他准备好，他准备好就不行。哎，注意了。哎，注意了！喂，还没上，是吧？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们几个一定要有舞蹈动作，你们三个都是，你知道吗 ？Kick back！ 你们每一个人在上面要有动作，你知道吗？小心手。哇哦！哇哦 ！OK， 我已经尽力了。Kick back， 这羞辱了，真的羞辱了，还得用那招绝杀他们。来来来，跑一个，跑一个，跑一个。Kick back，Kick back， 你唔好 kick 啦。快啦，快啦，嚟啦，嚟啦！刚才发出了一个小奶猫的声音。没事，孩子。不要想不开 ！Kick back！ 为什么没掉？没事。为什么唱都没掉？我们来一个极致一点的效果，就一根，行不行？哇！来吧，重心往这边。来啊！你相不相信，打完我还可以跳 kick back？ 没事吧？没事。真的吗？他蹲下去的，是吧？恭喜黄队获胜。Yes。黄队稍后可以进入阿木西冰爽休闲屋来好好享受海鲜大餐。与此同时，我们阿木西的5克蛋白酸奶也已经上市了，是它的一个高脚杯杯型，浓浓超美味，一起阿木西。Yes。而蓝队要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吃我们热辣的火锅，同时还要获得一枚劳动勋章，请来领取。我们就是想吃火锅啊，你就想劳动啊，劳动最光荣啊。对啊，是是是，看出来了，你们就想。但是海鲜大餐没说要把羽绒服脱了呀。对啊，还是要穿上。所以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
你们的队服已经找到了。耶！抓住了，好一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去换上我们清爽而漂亮的队服，去享受美食大餐。梦幻夏天。欢迎来到我的家乡三亚。对啊，你的家乡。我们俩终于在节目组里面见到了，就我们俩。对啊，真的，我们一直在约，约的好难相约。他来我不来，我来他不来。对。哎，其实没那么热。对啊，就比想象的重要。对对对，感觉都有点冷了，是吧？他穿上感冒。我觉得观众们呢应该是感受不了我们现在有多热的，真的，就因为你是隔着电视看着我们，其实你们是开着空调嘛，那大家来试一试，你们现在把空调关了，然后再开窗户，再一起穿上这个羽绒服，大家一起感受一下，然后拍张照，拍张照，对，发一下网上 Lucas Jackson Tag Jackson， 对，然后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们也穿了，对，然后我们会点赞的啊。太好了，哇，好爽啊！走嘞，走了是吧？来了。喂，路路，中午好，欢迎来到吴珍珠岛珊瑚酒店林海阁中餐厅。哇哦！哇，海鲜呢？海鲜呢？哇！我们有资格进吗？我们也在这儿吗？包厢这边，你们请。哎，不是说好他们在其他地方吃的吗？这儿。此房空调已坏，不建议使用。我们换另外一个房间，阿莫西冰爽休闲屋。好，谢谢。好，谢谢。哇，好舒服呀！哎呀，好凉爽啊！哇，好凉快。谢谢谢谢，开饭开饭。好了，开饭吧，开饭吧。这个是我们的海鲜大餐房间吗？海鲜大餐，来来来，真不错，真不错。你在这是想坐一会儿是吧？啊，你们是火锅吗？你们隔壁，我不是海鲜大餐吗？你们去火锅，请你起身。哎，那个服务员帮我们出去。好，这波漂亮。这管不了了，这都。朋友们，不要，火锅在隔壁，哎，隔壁啊。虽然这里很凉快，可是这些菜不太对我的胃口。哦，我。海鲜有一点过敏，我还是吃火锅去。一会儿忍不住想吃火锅，可以来找我们啊。哇，这里好香啊！这么香啊！好香啊！其实还好哎。哇，好喜欢呢、啊，就是这个味儿就对了。我跟你说，你们待遇很好，好吗？我觉得这比较好。要不给你们加几个凳子？哎，一会儿那几个摄影师傅就出来，让他们自己拍就完了。一会儿能吃出澡堂子味儿来。来来来，咱快坐，不用讲了，不用讲。坐，乱转。哇，来了。嗯。疯狂海鲜上菜了。是这样直接这样吃吗？哦，这样子吃啊，我都有点震惊。这个是风花海鲜，里面的话主要是有一些我们海南本地的海鲜，还有当地的一些杂粮。哇，什么东西？风花海鲜。你要郑凯，你干嘛？有辣的吗？这真没有我们的火锅看起来好吃。对啊，我也觉得，我就尝一个啊，我就走啊。哎，还不错哎，他们这个回来了。我们这屋46.7度，46.7度，还好啦。热了，吃火锅嘛，就要热气腾腾才热闹，对不对？吃这么多海鲜容易拉肚子。大热天的吃火锅，我已经飞起来了。这个大热天啊，我就想发发汗，把体内的毒素逼出来。哎嘿。我也换背心了，欧爷，
不会啊，我真的太热了，这里我也太热了，我要裤拿个裤罩去。你慢慢吃啊，老板，火锅店老板啊。老板给我们多下点，一会儿我们就来了。什么事？哎，听说你们这边分量很多啊。确实很多，是吧？缺人了，缺人了，带了几个朋友过来。是是是，怎么跟刚差这么多呀？关键是比较凉快，对吧？对，而且刚才没有这一盘。对，没有。你们要不要拿一点过去？没事，我们就不走。好。现在就剩郑恺一个人在那边。坚持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开火锅店的，他有执念。他们真的不能体会火锅的美，人间美味。越是大热的天，越是要吃火锅。来了海南，一定要吃椰子汤火锅，清热降火。我连汗都没有出，你看。我跟你说，我这天生做演员的命，哎，哪儿都出汗，就是脸不出汗，爆表了，这个温度计爆了。那屋是好吃，但真的很热。对啊，肯定热。郑恺一直坐那儿吃，没动过。对，没动过。估计啊，站不起来了，裤衩都湿了，粘上了。可以了，热量达标了。好，留点肚子啊，留点肚子。走，同志们，走。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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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吧，走吧。黄队 ，OK。黄队和黄队一辆车。哦，吃的好饱啊！我看你吃的挺香。我们现在进去环岛绕一圈，吃完饭兜兜风，看看风景。好嘞。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三亚浪漫蜈支洲岛，这边呢教大家我们岛上一个打招呼的方式，加上一句地道的海南话，我爱你，晚安撸，晚安撸，是我爱你的意思，对，晚安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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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往我们右手边看的话，比较远处的是一片深蓝色，比较靠近我们的是一片碧绿色，然后就是白色了，是吧？对，白色的是浪花。这边怎么分辨海水干净呢？就是它的浪花越洁白，海水就会越干净。哇，超级白呀、啊！超级白呀、啊！哇，怎么这么清啊？它要打上来啊！哇，它那个浪，我的天哪，好大！听点声音，哇哇，好白呀、啊！老肖，你有正面回应过关于下雨这个质疑吗？这太尴尬了，没有什么尴尬的、啊，我觉得。我能说什么？我要对，要怎么说？这太难了。你曾经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发生过什么，或者是才会造成？我小时候溺过水，有关系吗？然后所以跟我爸比较有关系。心情比较 blue， 所以到哪里都要下雨。到了，到了，走啊，走啊，哎、走啊，走。哇噜哇噜，来，这个岛上就必须举这个哇噜哇噜。这个要干什么嘞？哇，有躺椅哎，有树荫哎，凉凉的感觉。这肯定是悠闲的一对了。哇噜 ，Jeff， 怎么？你有英文名字吗，哥？保罗，保罗，你叫保罗呀、啊？那不是咱们上初中的时候老师你有英文名字吗？叫杰瑞。Jerry。老师起的。你有英文名字吗 ？Betty。你看人家叫 Jerry。Polo。不是 Polo， 保罗。Paul。啊 ，Paul。保罗就是 Paul 啊。啊 ，Paul。大家午饭吃饱了吗？吃饱了，很饱哦。非常饱，吃饱了，在夏日里要消暑的话，接下来就要让大家进行午休了。要睡觉啊？对，午休。不可能这么好的这个节目。在你们身后有我们的安慕希冰爽休闲屋，为大家准备了舒适的床位、丰盛的水果以及零食，还有冰镇的安慕希饮品台。屋内现在的温度是23度，
哦，非常向往。究竟是哪五位成员可以进去？我们要通过一项任务来决定。没有进到休闲屋的成员只能在户外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那我会尽力的。这项任务叫做抢水盆，两两站在固定的地方，中间有个水盆，大家根据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当喊到水盆的时候，谁先抢到水盆并把水泼到对方，谁就获胜。啊，这么狠呀、啊！好草率的一个游戏，就是为了泼我们是吗？最后哪一队留在外面的成员越多，那这一队才要获得一个劳动勋章。我们是不是五打五啊？对，根据大家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个分组，沙哥和凯哥，轩怡和雨琦，卢卡斯和科，晨哥和老肖，为什么？嘉尔和 baby， 我跟姐啊，你给勋章我吧，你给，要勇敢，要勇敢一点，好吧。那你们两位先来还是怎么样？我们先来啊，还是炮先来。炮想先来，炮先来，炮来啊！来个来个。郑凯的英文名叫什么 ？G and 炮。两位先礼貌的鞠躬，请鼓掌。拍自己的大腿，拍自己的脸，往前一步走，拍对方的脸。哎呦哎！摸自己的脚趾，刚拍完两个摸脚趾了。跟对方礼貌的握手。这手有点。摸脚踝。炮，注意炮，注意。起立。起立。拍对方的脸。还是摸脚这个是吧？左手摸右耳朵，右手摸左耳朵，左手捏鼻子，蹲下。起来，水泡、啊、起来，水泡、啊、你全泼自己脸上了，泡啊，可以啊，沙哥可以啊，恭喜沙哥获胜，可以进入休闲屋进行午休。凯哥等一下要在户外午休。我喜欢自然风。接下来雨琦和轩怡吧，向前一步走，伸出小拇指，和对方拉钩，立正，劈叉，劈叉。不是沙溢哥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劈叉呢？你俩有这能力啊，有这能力。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们可以的话就来哇！你下一个口令是水盆吗？接着差水盆。来抱拳，做一，抱，做一，抱拳，抱拳。Sorry， 我跟他学的，我跟他学的。抱出拳，这是抓住了。等一下，等一下，做一，对，深蹲，深蹲，起立，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蹲下，起来，水盆。哇，你来了！恭喜雨琦获胜！满意了吗？满意，凯哥，差不多吧。下一组成员，凯哥来吧，来吧，来吧，咱俩来吧。Jerry， 加油，加油 ，Jerry！ 你不让雨神身上沾点水，你说得过去吗 ？Jerry， 有点说不过去了。他俩这太少了。啊，可以，买点，买点。下雨了啊！下雨了啊！下雨哦，下雨哦，要下雨了！哇，真的雨神一出来，雨神一走到室外就下雨了，真的是，这个阳光这么强烈还下雨。雨神呐、啊，请回避一下。哎，这家邪了我的，你是不是用力了哥？没，这也太夸张了，这也。也太夸张了。天一下暗了，天一下就阴了，哇，真的下雨了，真的下雨，下雨了，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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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去，来回去，哇，突然一下，哇，起风了，这风雨雷电这点事儿，你哥让老肖给控制了，没，来吧，怎么搞的？环节吧，环节吧，不是你这水盆，赶快水盆，来戳脸蛋儿，啊，戳脸蛋儿，戳自己脸蛋儿。戳自己脸蛋，你干嘛亲我？没有啊，你干嘛这样子？戳自己脸蛋，戳自己脸蛋，戳眉毛，戳眉毛干嘛？他没有，不行。
鼓掌。他想了一想，门在哪个位置了？扎马步，扎马步，抬起一条腿。默契啊，都是这头。鼓掌，蹲下，蹲下，蹲下，起来。还用水盆吗？我说。摸脚趾。他俩多玩一会儿就都行了。摸对方的脸。我俩就感觉已经要破碎了。好，把我们两个头撞到。向后退一步，水盆。向后退一步，水盆。哎，这我算我抢到了呀！你是抢到了，但是你被人淋了。好，三获胜，因为水泼到乔哥身上。哦，还三个，你跟雨神较劲。天哪，下大雨了。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让他回去好不好？让老肖回家吧。老肖收了神通吧。太神奇了吧。倾盆大雨。太夸张了。大家在雨棚下躲一下雨。哎，这老肖太邪乎了，巨大，哇，山那么大，哇，这太大了，突然一下。老肖，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摆脱不了。我刚刚躲在这边躲好好的，走出来被他发现了。这得下到什么时候去啊？这个至少半个小时。把伞给大家，让躲一下房间里面。来来，我们俩一个，来给你们发伞。谢谢谢谢。你把我们的老肖先送进去，对。我把他带走，把他带走。送进去这下雨，这挺雨啊，这好笑了，真的是。哎，你会不会一进来以后他就停了？一进就停了，雨小了，雨小了。真的，妈呀！喂，他一进去雨就小了。肖哥直接不许出门，我跟你讲。我们叫老肖哥先回酒店吧。让他回北京吧。先回北京，先回北京好。到哪儿哪儿下雨，是不是工作都快没了？我真的是停雨啊。停了。还挺神奇啊。别这样，别这样，他会难过的。里边还不如外边呢，太热了里面。让老肖都别出来啊，他不敢出来，他不敢出来了。那继续吧，来吧，上水盆。快了，还有两组。那他们俩要不要叫出来？他们可以在窗户上也能看到。啊，行。来，请听口令：摸自己的耳朵，摸眼睛，摸自己的腹肌，没有，摸膝盖，脚踝。右手摸左脚，右手摸左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脚，左手摸右耳朵，左手摸右耳朵。Baby， 你怎么了？起立！你怎么一站在这个位置？翻白眼儿。哎呀，向前一步走，向后一步走。哎，你们向前了。站下，站下。握手。你把盆蹲中间干嘛？蹲下。来，水盆。恭喜这一组获胜的是 Baby， 我来啊 ，Lucas 来了，来，我们接下来 Lucas 最后一组了啊，来，准备好了，向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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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太多了 ，Lucas， 向前走。走的有点近啊，向后退，向后一步走，一大步走，一大步，哇，好大了啊！做一个 wave， 成 wave， 哇哇哇，拍肚子，摸膝盖，深蹲，起立，摸耳朵，摸鼻子，蹲下。起来，向前一步走，蹲下，起来，向后退，蹲下，起来，举盘，举盘，
为什么每次受罪的是隔壁的人？恭喜蔡徐坤获胜。怎么不争气？我已经很努力了，他比你争气多了。不争气的玩意儿。好，恭喜 baby 沙哥、雨琦、老肖、坤儿，你们可以到我们安慕希的冰爽休闲屋里午休，其他成员在我们旁边的沙滩椅上进行午休。沙滩椅都淋湿了。因为黄队在外面休息的人更多，所以黄队要获得一枚劳动勋章，请来领取。劳动最光荣。大家拿两毛巾把自己水擦一下，别感冒了，然后进房间休息啊。黄队就我一个人进屋了。走，咱进屋去。其他成员稍等一下，我们到旁边的沙滩椅来休息，躲一下吧，躲躲雨吧。哎呦，哇，有柯基耶！哎，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打地铺有。有没有这种？有，直接拖鞋进去吗？直接拖吧，直接拖吧。哇！我要柯基。我也要柯基。朋友们，睡觉啦，睡午觉啊，小朋友们。哎呦，这里还有安慕希的酸奶台，可以做一个高脚杯的这个无克蛋白蓝胖子，这个高脚杯叫蓝胖子。哦，这个可以配成这样子哦。对，还可以配个草莓，就感觉很优雅，优雅的享受安慕希。嗯。哎，这个好玩，这个好玩了，我们一起玩这个好不好？真心话大冒险，我这里应该不会咬了。紧的，嘿，不行。这应该问题不大啊。我觉得就是他。试试吧。嘿，漂亮。漂亮，漂亮。你要什么？真心话吧，真心话吧。真心话问啥好呢？我都不八卦，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也可以自己给我自己出一个问题回答。那么想回答吗？真那么想回答吗？希望多大结婚呢？哎、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心里有个谱没有啊？多大结婚其实不是年龄决定的，就是得遇到那个就是对的人嘛。对自己觉得有个是，比方说30岁以后啊，还是40岁啊？啊，看情况，看情况。这么草率吗？这么草率吗？比房间里好多了，是吧？我也觉得这里舒服一点。哎，这外边真的不错啊，是吧？这拍多久啊？那你们休息啊？真的休息啊？对啊，让你休息你就好好休息，是吧？听节目组的就完了，不要抵抗。我现在有没有有点像那个北京的那种老大爷？哎，舒服。不是，北京老大爷是这么说的。舒服，舒服，舒服，舒服。我看这个不说舒服，北京老大爷说不是说舒服，舒坦，舒坦，得劲儿，舒坦。哎，那个也可以，那个是节目还是那个是玩的？等还是？你们想进去吗？我们的房间。哎呀，那早说、啊。哎呀，如果想进房间的话，大家就来这里完成这项任务，成功的队员就可以进房间里休息。我们不要进房间啊，我们游戏可以输，人品不能输啊。但是这个是挑战啊，我要挑战。这个是干什么嘞？我们可以把这个冲浪板放在吊床上。然后在这个草地上进行冲浪，如果能够站起来吃到甜甜圈就成功。裁判老师好像不会这个游戏，别勉强哥。太简单了。我们进去干嘛呢？进去休息啊。那他们也可以叫他们出来挑战，想出来的人。他们应该不想出来。有这样的人吗？
好像没有啊。或者我们赢了叫其中一个人出来呢？这个好，这个好。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叫他们出来可以吗？也行吧，你们自己商量吧，都可以。你放弃这个节目了是吧？你们自己商量吧。放弃了。他已经睡着了。没事，本来就是午休时间，就是让大家休息的。我先来吧。你再来。这太紧张了。Wow.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对，慢一点啊，小心。上。哎，下雨了，会有点滑。上 上 ，OK 吗 ？OK 吗 ？OK。脚趾用力，脚趾用力。脚趾用力，用力。看前方，看遥远的前方。哇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好难呐、啊，这太简单了。这个很难的，很难哦。很难吗？很难。你小心，我帮你 hold 住，帮哥 hold 住一下。主要是有水。好吗 ？OK 吗 ？OK。好，放了啊。放。哎，哥有重量，所以还好。在哪儿呢？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在你后面，左后面，左后面，那个东西在哪儿呢？在边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们确定有人完成过这个任务吗？完成过。没有，刚才那个裁判老师也没完成啊。哎，等一下，哥，爽快一个咬一口，左边上面，哦哦，不要笑哥哦，来了，舌头哦，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已经舔过了怎么办？啊！这必须要你完成了，我们不可以再碰了。哥，这游戏只能你玩了，现在。对，现在只能你玩了。真的。来，你要来一下吗？啊？你要试试吗？你要不要试一下？真的假的？来来来，上。等一下啊！啊！两个脚分开点。再分开，对，再分开。哇，好难啊！好，我们封锁了啊，放了、啊。哦，果然，女生是可以。Yes！ 好，恭喜轩怡挑战成功。Yes！ 叫他们其中一个人出来。叫他们其中一个人出来。我们原队，炮叫炮出来。我们是本来是我们队的嘛。叫他出来啊！归队，归队，可以。沙哥出来陪陪我们吧。有点热，还有点热。我已经出汗了，已经。这环节感觉总像是后边有什么事儿，好像有啥事儿似的，隐藏着一些阴谋。怎么了你？进来，进来。他是被欺负过来了。干嘛？有任务？有秘密任务？有任务？有任务？怎么还给我们拐走一个呢？往我还回去吗？回不去了。对不起，帅哥。我还以为叫我出来什么好事儿呢，有点气的鞋都掉了。一次挑战开始。他们在外不是休闲呢，我们在屋里是休闲娱乐，来一个。你谁在晃我啊？没有人晃你。不要晃我。你怎么搞我？不要。没有人搞你。真的很难。让自己平衡就行。对，哎，对对对对。哦。可以可以。定义。可以，有了。Yes， 好，帅哥挑战成功，把炮再送回去，把炮再送，你再回去吧，我不回去了，为啥？
因为我马上又会被另一个人再叫出来。遛傻小子呢，是吧？他们好像在冲浪啊！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游戏啊？他们这还挺好玩的。我们去看他们好不好？可是太阳蛮大的，我要出去吗？我怕你一出去就下雨，还是去吧。炮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我们刚准备过去呢。遛傻小子呢，又给我送回来了。这干嘛？练冲浪是吧？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来，可以试啊，就是要吃到甜甜圈哦。很难吗？挺难的。是吗？挺难的。难点在哪呢？哦，因为它不稳。这甜甜圈它不动，你要让甜甜圈动吗？不要。加油，气氛组来了。我总觉得我的舌头好像能够到的。可以，可以。你在感觉它很好吃的样子。不能笑，不能笑，不能笑。吃到会怎么样呢？吃到了就可以叫抛出来了。对，就这样啊。然后再吃到就可以叫他再回去。哇，这么难吗？这么难吗？不行不行，这还挺难的。就是感情里的欲擒故纵，离得很近就是吃不到。吃不到。还有想挑战的吗？我想试一下。你要往前站一点哦。哇。等一下啊，我们松手了啊！哦，好，松手了。哇！先稳一下，先稳一下，先稳一下。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先稳一下。这么难啊！松手了，松了，松了。好，谢谢，再见。走，左边，左边，左边。冲浪的少年。谢谢。等我啊，等我。等再等哦。这是平衡感。平衡感。你在看哪里？我在看甜甜圈。哦，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哎！等会儿，等会儿，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你好像离这个圈太远了。左边，左边，哦，有风了，甜甜圈有风，完了，完了，来了，哎，还是差一点，差一点，错，不能笑了，没有风了，现在有，完了，晃起来了，重心放到左脚，重心放到左脚，来，哦耶，来，哦耶，哦，是不是我教你了？我教你放重心放左脚，对吧？对，可以叫炮出来了，姐，叫炮出来一下，他睡了。叫他出来。我们午休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场地来进行下一项任务。好，那我们大家稍事调整，我们就马上出发了。好，好嘞。就像是人生路上的那些风浪，也经历它颠簸，但是你要稳住心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要放在心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阴影。炎炎夏日，无水不欢。有了清凉的泳池，才有夏天的样子。欢迎大家来到 MC 泳池派对。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水里来进行消暑任务。这都年轻人啊！目前两队各有一枚劳动勋章。这一环节结束之后，获得劳动勋章的队伍就要派出相应数量的成员去进行最终的劳动任务。啊！其他成员是进行的体验海上的娱乐项目。哇！想要体验。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是浮台对抗。两队每一次派出两名成员，一人站在浮台上，另一个人来控制浮台。浮台上的两位成员用一根戴拳击手套的杆子互相干扰对方，每一方先掉落，每一方就失败。这一环节三局两胜，
现在就请两队来决定各自的出战顺序。我来吧，还是你来，我你来，你来，我跟你跟着，我不想一上来就赢他们啊。你上，你想，你觉得我们能赢？我们想，我想，雷神分，雷神分，雷神。我三个人。Lucas， 青春桑桑。第一轮对抗，赵信成 VS 黄旭熙。我来推，我来推，你这推的太那。我来推。我给你摁着点啊，稳住就是了。对。We may love you, whatever you do. 好，来，准备，3、2、1。金箍棒，不说一只猴子，跟假美猴王的决斗，两个金箍棒。哇哇！打出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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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太狠了，是不是下面压力很大，很可怕的下面。我跟你说，可怕的不是上面，是下面这个。感觉我头上，你知道，呜呜呜。来吧，继续了啊！太难了，我觉得。我不。还继续太难了。好，恭喜黄队胜出一局。我跟你玩吧，老沙。你不行，你打我太狠了。我温柔一点好不好？我们俩玩一把。好玩一把。哎呀妈，站都站不住。不客气，然后嘉尔和老双你们弹一下自己的麦，补水吧啊。第二轮对抗，蔡徐坤 VS 沙溢。别往后，咱得往前。我知道，这是正对，咱得往前。中他。抓住。目前两队是1-1打平，决胜局，嘉尔和凯哥。来，你戴一下眼镜，你戴上一下。好嘞。啊，帅哥，好，来一个。啊！这什么招？不想想呀！凯哥，哇，刺激了！我们都不要武器了，现在，哎，这样也好玩，来。喂，头走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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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冲啊冲啊！喂，这边喂，这边。我们赢了，黄队太强了，咋撞脸了？我撞了他这里头，好像没事吧？彩哥没事吧？呀，啊！这一轮依然是黄队获胜。来，我弹一下麦。在水里的消暑任务就已经结束了，来为大家公布一下最终结果。最终是黄队2-1领先蓝队，所以蓝队要再获得一枚劳动勋章。接下来黄队需要派出一位成员，蓝队需要派出两位成员。总共的三位成员要完成的劳动任务是潜入水下10米，进行海底珊瑚移植。什么叫珊瑚移植？就在海底种珊瑚，移植珊瑚给鱼类等海洋生物的聚集、繁殖、生长提供了一个美丽的家，所以它是保护海洋非常有效的手段。我要去啊！我选潜水。我潜一个好不好？潜一下。然后其他不用劳动的人可以尽情享受海上的娱乐项目。Yes。另外，今天是我们 M7 的福利日，所以无论是要去进行劳动的成员，还是要去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成员，都可以获得由 M7 提供的海星小黄金送给大家。哇哇，谢谢小黄心啊，好可爱。M7 5克蛋白 ，M7 浓浓的超好喝。我们 M7 的5克蛋白酸奶也已经上市了，是它的一个高脚杯杯型，浓浓高美味，一起 M7， 奔跑吧 M7！ 哇哇，什么味道？这真的是海的味道。海的味道，我知道。我们玩什么？啊，摩托艇我可以。高一，摩托艇太疯狂了，给我们高龄的养生玩。哇，香蕉船。啊，我想玩这个。哇，啊、我要玩这个。那个很晕的那个。对啊。可以试一下香蕉船。香蕉船吧，你们先来。来，咱们穿一下救生衣。好。走吧。哎，这个速度可以保持啊，就这样。那个快点！快点！我操你！我吓死你！我们可以开始第二个项目了。哇，这样子啊？是不是我太轻了 ？Hello， 是不是我太重了？不是，因为他在拉。我为什么啊？我在干嘛？我看着，我用这个角度看着你们三个。没事，放心，没事啊，就怕这个颠簸，没太大事。你确定吗？啊，我确定。啊、我去，哎呀妈呀！脱缰的野马呀！给我一台摩托艇，我跟着他们。站不直，可以的，再来一次，可以，没问题。我开始慢慢控制了。各位老师，下午好。您好，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蜈支岛亲人圣地。珊瑚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一种海洋生物，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几亿年了。它为许多的海洋物种提供了一个繁衍生息的一个家园在里面。
也可以说珊瑚呢是海底的热带雨林，但是呢这个珊瑚啊它也是一种比较脆弱的一种生物。近几年随着这个全球气温的变暖啊，各地这个珊瑚的数量都在下降。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个珊瑚移植啊，来快速增加珊瑚的数量，来延续这个珊瑚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达到海洋生态的一个修复。再一个呢，就是我在潜水前啊，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集训，咱们在水下要用这个手写板进行沟通。我们水下是讲不了话的，要么手写板，要么是通过手势。是，对，大拇指，上，哎，下，对对对对，有事。但是记得啊。在水下，大拇朝上是代表上升的啊。对，呀，你给教练一打这个手势，教练我知道你要是你有什么问题，他马上会带你出水。大拇朝下呢，反过来了，我潜得非常不错，我想下再深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水下碰到这陌生的生物啊，包括我不认识，千万不要去触摸，有些是具有毒性的。啥也别碰。千万不能混水摸鱼。你看到我在水上能碰什么，你们就可以动什么，啊，就可以了。行行行，那我们就下水了。走吧走吧走。啊，走。不行了，太冷了，不行了，太冷了。哎哎哎，来呀来呀来，你坐一下，这样，你坐那儿。行了，太沉。来呀、啊、来呀、啊、来，你坐一下，坐，对，放下，一下就舒服了吧？难受的时候，人家肩膀累不累？可以，没问题。可以。走吧，同志们 ，Let's go。这个珊瑚移植啊，主要是分为四步来进行的。第一步呢，我们在苗圃上要截取大概5厘米左右的一个珊瑚断枝。第二步呢，我们是要选择移植地点。我们今天的移植地点就是在我们海洋牧场里边沉船，因为铁类的有利于珊瑚的生长。第三步呢，我们要在船的栏杆上面清理附着物和藻类，它这个藻类啊，它会影响到珊瑚宝宝的生长。第四步呢，利用铁丝在珊瑚宝宝的根部先进行一个捆绑固定，大概间隔1到2厘米的一个距离啊，进行一个二层捆绑，加固牢靠它。它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就可以捆绑。海底的宝藏，虽然它只占到海底面积的1/1000，但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
而蜈支洲岛一直在进行珊瑚保护和移植工作，利用受自然因素破坏而断裂的珊瑚断枝来进行无性繁殖。如今在蜈支洲岛周边的海域已经成功移植了3万多只珊瑚，移植培育面积近5万多平方米。哇，陈哥这么专业，一直在干困在摘药那个是后面那个吗？哇，很清楚哎！哇，很清楚哎！哇，还有 Nemo 啊！哇，好多！哎，真的错过了，太遗憾了。哇塞！我们还有两位成员还在浮潜，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安慕希的5克蛋白酸奶也已经上市了，是它的一个高脚杯杯型，浓浓超美味，一起安慕希。今天大家都是浙江励志大学的学生，今晚各位同学就要撤离，你们之中有这次撤离的组织者，他的代号是黎宁，阻止这次撤离行动的人也在你当中，他的代号是子夜。我觉得我肯定有身份，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你这一下就暴露了。是好是好。搜索奔跑吧，看看每个男人可以自己这个可不好猜啊。我没法，太明显。但我不相信他是子夜，这次演的真好。太难了。哎，那卢克难道是坏人吗？我怀疑你是子夜。我是好人，真的真的。为什么一定是小黑？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小黑，为什么是我？我最后再问一次，就可以相信，可以相信我。你那么寡，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有身份，你怕别人撕吗？